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曲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、是为大家带来这款游戏，叫做《可罗爱的镇魂曲》。那可以发现，其实昨天没有发布《可罗爱镇魂曲》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阿曲早知道要录语速公车站的时候，他跑到结局了。所以我平常大概一部片大概二三十分钟，那一部片就已经拍到了四十分钟。而且我最近就是身体状况，你也知道，女生那个来会比较累一点，所以我就有点爬不太起来，然后就对，没有时间，然后早上就是匆匆的录完那个之后，就非常非常赶着去上班了，所以基本上昨天克罗埃就没有发，就没有更新，暂停更新了一次。那今天在录实况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声音会不会怪怪的，因为阿曲现在的嘴巴是肿的，没有错，因为我刚才去看了牙医，然后刚才打了麻醉，我现在连嘴唇都有点发肿的状态。不过其实之前像去把它致辞啊，然后录之后又录了实况，观众们的反应都还蛮喜欢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，或许这样的讲话风格还有点大舌头的感觉，你们会比较喜欢之类的。那我就觉得应该不会妨碍到什么吧。没有错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看我们今天的克罗埃镇魂曲哦。那上次又到哪里去了？我有点失忆了，有点久了。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然后得到了一个小太鼓，对不对？观众跟我讲说是某个道具的东西，然后不是要演奏的。那我现在是这边是一样的东西。那有人问我克罗埃是活人还是死人？我跟大家讲，我不知道，我这款游戏就是都还没有接触过，你问我我也不晓得。然后有人问我说，之前被追的那个房间是不是可以回来了？不是这一间，上面那一间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，或许有什么东西了。就只是这样而已嘛。那如何多？打不开门，好像锁住了。哦。可以下来，不能上去，好神奇的设定哦！哦，那这边还有什么额外的东西吗？我现在就是要认真的去调查，试试装饰着剑，然后，嘟嘟嘟嘟嘟嘟。哦，这个是吊灯，破碎的吊灯。我上次都是被这卡住，其实因为有一些那个什么素材，它有的时候弄得不太好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会以为它是悬挂的，因为它已经掉下来了。好吧，快走，你给的，快逃。那楼下的部分应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吧？这些书，亚兰跟阿登，就是你这个家伙啊，经常施暴于妻子与女儿。看得出来应该就是那个父亲的哦，克罗埃的父亲，他到底在干什么啦？这个恢复都已经恢复了啦。我在想什么，就是之前的异常都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应该还是在二楼的空间继续的走动吧。裂痕拿走了一把，对啊，如果我玩克罗埃就不会像语速这么的顺，因为语速公车站毕竟阿曲、已经玩过一次了嘛。破破烂烂的了吗？这个房间依旧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已经快忘记这个干嘛去了。这是女佣的房间哦，突然间要吓你的红黑色的床，然后这边有什么东西吗？都没有东西，那放这么多就是垃圾啊。什么啦？空的茶壶不能过去，我身上的道具有家人的话，描绘家人的话我可以装在身上吗？不行。饰品没有东西，头没有东西，米歇尔所穿的衣服拿下来。没有裸体啊，骗我。那我拿屁拿哦。
穿回去好了，这样子太那个、哦。烛台小太古，羽毛笔盒。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嘛，变得破破烂烂的了。我拿到的是小太古，米西亚，你喜欢小猫吗？猫的话，挺喜欢的呢。克鲁艾也，哦，这讲过了。假花，假花，难道我可以上去楼上了吗？还是很讨厌的感觉嘛，一幅画，我现在要干嘛做？我上次的那个有点像是精灵的朋友，他已经，哦，要让人偶拿着小太古吗？让他拿着，原来是你的啊，英国士兵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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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个士兵竟然开始演奏了，为什么要突然 rap 啦？士兵人偶在静静的演奏着音乐，乐谱，得到梦幻曲的乐谱，淘气人偶。其实像这种人偶啊，阿许就会想到Noder 李阿德Noder 这个作品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。因为像女主角他们家是做那个人偶的家庭吗？是发生什么事了？钢琴坏掉了吗？还是坏掉了钢琴？米歇尔不好了，刚才突然一声巨响，钢琴坏掉了。这样的话，可爱该怎么办？等一下，先冷静下来再说。没有其他钢琴的房间了吗？有的，再往上一层有一间巨大的大厅，但是。克罗艾去不了那里，有种很强烈的讨厌的感觉。怎么了？你是布罗布朗诺维尔？我在乱念了啦。诺维尔布朗，怎么了？要跟着你们走吗？一人一边。解除了锁定之爱。讨厌的感觉消失了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？去三层吧。选个档。布朗还是依旧没有理我。那诺维尔依旧是可爱的猫咪，那我就选诺维尔的那一边。奇怪，总觉得这个房间有种熟悉的感觉，可能是错觉吧。放着一架钢琴，有这个的话，上来了吗？脚步声真大啊，太好了，吓了克鲁艾一大跳呢。继续弹了吗？但是这架钢琴的琴键被拔下来了。没有键盘的话就弹不了了。米歇尔，一起去找琴键吧。都这样了，找到了就能修好。不可能的吧。我知道，现在就去找。谢谢你，米歇尔。键盘没有。这种柔弱的感觉。好啦，阿许马上就帮你找，不要哭哦。
阿渠对妹子的什么这种抵抗力完完全全的就是没有啊，这是什么啦？得到了二城北幽人士的钥匙，又要下去是不是？这边是一个大厅，准备茶会的地方是不是？好哦，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一样都是锁住的，应该是爸爸的房间还有干嘛去的房间吧。那我们就下来，哎，又钥匙打开哦。哇，又来，有种被谁盯着的感觉。D 是懦弱的家伙，太，我。果然太太之后就是女主人精神不正常，就她真就认真的拿女佣开刀，对不对？当初的猜测是没有错的，桌子上什么都没有，有一条裂缝，装饰着花，地上的什么沾满血的床，这什么？哎，这什么？啊，看起来怪怪的东西，因为有眼睛，阿雪看不懂那个是什么，破掉的盘子吗？要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东西们，假花？啊哈，嗯，如果都要放一些这些没用的东西，好啦，还是该放一下，这是素材嘛。那这边是翻到的椅子。因为看到了破开的玩偶，所以要把那家伙变得一块一块的。啊？不快点把尸体烧掉的话，啊？不快点把尸体烧掉的话，有玩偶。嗯，这边的话应该也是通到下面去的，用钥匙打开哦。有谁被一样是被钉子的感觉吗？那之前就是你要烧掉你是不是？又再出来了。染章的人偶烛台剪刀，弹指。这样的话应该是要触发什么事件才对啊，这样撕成一块一块的，要烧掉玩偶。我现在得到的结论是这样，可是这个玩偶是没有办法移动的，难道我身上什么装备是还没有，还是我现在身上的这两个人偶就是烧掉的部分就对了。哦，还在弹奏是不是？没有反应。玩具箱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看到黑黑的东西，还是我的错觉？错觉。好吧。先回到楼上去，稍微跟克罗埃讲话。没有话，很好。看来我只能自力救助。好。布朗，诺维尔，坏掉的钢琴，我们有梦幻曲的乐谱，能弹吗？可是我们没有琴键呢。放着一架少了几个琴键的钢琴。看来现在没有办法做演奏，即使我现在有
另外一条乐章，因为克罗安的最大的心愿就是要跟我一起做演奏。哦，难道我要又要写些什么东西吗？不是，翻倒的椅子，这是可以拿去烧的吧？染缸的人哦，要干嘛？难道是你们吗？女儿芳啊，我将把这一刻永远记在心里。这是在讲低嘛？剪刀。打不开，貌似被锁在里面了。哦，这边已经锁死的状态了。玩哦。卡关了。好吧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里好了，因为有可能阿曲等一下还要再出门，所以有点小小的卡关，所以这一集片有一点短，那没关系，那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里咯。一样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可以订阅我或者是点个喜欢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哦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